国务院新闻办2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，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2号至7号在北京举行。目前筹备工作总体进展顺利，峰会论坛、展览展示、疫情防控等方面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。2021年服贸会以数字开启未来、服务促进发展为主题，首次设置数字服务专题展区。